欢迎收看牛舌频道。我们今天下雨天要来吃牛肉面。啊，这家是你岳父推荐的？对，我岳父说哦，是他有生以来吃过最好吃的牛肉面了。我就来吃吃看有没有那么夸张。好，就在我后面。1990牛肉面。虽然是1990就开了。我不知道，不然吃吃看就知道了。好来，好来，走走。我岳父跟我讲说，一定要加他们的牛油。他牛油说很香啊，也是他们自己做的。这是红烧牛肉面，这也是我岳父说特别好吃的。先喝汤头好不好？先喝汤头。属于药味很重，好，来喝喝看。哦，是重汤啊，味道很重。会辣吗？不会不会，刚刚好，很香啊，还有点甘甜。但是啊，我岳父说一定要加这个牛油。这是牛油？对，牛油。他那时候跟我讲说，他说加一个大拇指啊，啊，这个应该差不多一个大拇指大小吧，来怎么倒进去？应该是这样啊，还是用口头讲的，我只能这样照做。好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没有，来不及了。怎么说？原味的面，没差啦。我们直接给它升华好不好？先给它升到极限。好，开始开始。哦，但牛油之后味道不一样哎。我刚刚闻的是单纯只是一点药香，现在拌牛油之后好香哎，牛油味啊。然后喝喝看，喝喝看。它是整个都化开了吧？加牛油，超香。而且牛油本身有点小辣，马上就呛到了，不能吃啊！有痛，有点辣油啊，但是不是很辣那种，有点呛到。所以其实有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尝试。其实不会很辣，吃一口看看，吃一口。哦，加辣油好好吃啊！先撇开我刚才辣到，以味道来讲，真的好吃。好不好？人家看到就以为很辣，不敢加了。不会辣啊，的确啊。如果你真的很怕辣的话，大概我刚才那个大拇指大小再一半。啊，如果是我刚才说一个大拇指，老实讲，辣度大概小辣，但是那个辣油啊，一瞬间刚刚我喝太大口，到我喉咙瞬间缩起来，味道不打紧，真的好吃啊、嗯，味道真的好吃。再吃一个，辣度刚刚好，香度也有。我觉得加牛油真的是乘以二啊，用乘以二来形容。再吃看他们的牛肉，算蛮厚的哈、哦。它算不够块，可是每一块都很厚。对。吃看啊，你以为很厚会很柴，就没有，是嫩的，入口即化，超软的，快下吧，真的好吃啊！我岳父说是最好吃的，当之无愧。这么浮夸、啊，我岳父说他活了差不多50岁了，说这个最好吃啊，他吃过很多老的，啊，这家真的好吃。以我目前我自己扪心自问啊，在我心目中排前三啊，一定有前三名。超软，入口即化，一点都不黏牙，马上不见。我刚才放进去吧，再拍一口面。那我们的下一道，这张番茄牛肉干面，它那个酱啊，
就除了番茄酱之外，还加了一些他们所谓的胡麻酱，他们的特调。别以为它是干面的，其他汤是另外对对对对，因为有的人是干面，对不对？但是又想喝汤，他也是帮你准备两碗，一碗干面，一碗汤，就是你吃一吃之外，你可以喝他的汤头。那我先喝喝看他这个汤头有没有不一样，喝喝看。它的汤的话是跟这个类似的，也是属于红烧汤啊。嗯，来试试看它的面哦。它已经拌开了。我已经拌开了。它里面好像肉大致上都是。哎，肉一样，一样是那种大块的粗的那种。我先试试看它肉有没有一样，试试看。一样的，嗯，也是非常的好吃。再试看它的面，哇，它这个番茄酱。大家还有这胡麻酱，然后吃一口看看呢。然后再吃那个红酒炖牛肉的，有点像哦，颜色也像，来试试看。它的面好像不太一样，还是干的，吃起来口感不一样，比较滑一点。再吃一口。老实讲。干的吃起来有点像意大利面，味道来讲的话也是好吃，但是我觉得红烧牛肉比较好吃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旁边有那个花椰菜嘛，你把它丢上去的话会变成什么？你说旁边有花椰菜？你把它丢上去是就像红酒炖牛肉哦，对，再把它翻着换一下。跟意大利面西式的，有点像哦。要不要吃看看？来来来，一口。闭着眼睛吃，你还有人在吃意大利面，好吃的，是好吃的，一口面，那胡萝卜长得也蛮奇怪的，我讲真的，这家我喜欢，还不错，真的，但是它的花椰菜。这一份40其实算是还可以啊，那花椰菜可能就比较贵了。对啊，它也不是单纯清汤哦，它好像还有多些它的特调，它这些奇怪的东西，不知道什么香料之类的，试试看。甜酱酱牛肉。嗯。对啊，他们自己的调过，味道，嗯，还不错啦。那我们继续吃，好，等等要做个收尾给大家看。啊，吃饱了，真的是超爽。我觉得啦，那个干面呢。我觉得略嫌普通，但是来的话一定要点它牛肉面，真的好吃。那没话说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太不像我在吃牛肉面的感觉，虽然是干的，可是真的吃起来太像意大利面的感觉。哦，对对对，可能是它那个番茄加那个肉燥吗？你觉得吃起来像意大利面那种？对，那跟我想的一样的。啊，那你如果觉得中西合并不排斥，也可以叫那个干面吃吃看啊。牛肉面是真的有特色啦，红烧的。对，一定要加牛油。牛油的话，就像我刚才讲的，敢吃辣一点的加一个大拇指，啊不敢吃辣的话，大概半指吧。哦，这样子。好啦，那这家就推荐给大家了。那我们的影片这样就结束了，爽就订阅，持续更新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。你看，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！爽，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啊！啊，不爽再看一遍啊，看到爽为止啊！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。太凶了啦！